好生气，好委屈，慢慢说给天父听。朋友平安，让我们陪你读圣经，一天一章，生命发光。今天来读诗篇第109篇。这首作品是大卫所写的祷告诗，他在这首诗里所表露的情绪是比较强烈的，因为那时大卫正背负着许多莫须有的罪名，心里感到非常委屈。虽然大卫的心情实在是糟透了，但他仍然选择在天父的看顾之下抒发这些负面的情绪哦。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109篇。诗篇第109篇。我所赞美的神啊，求你不要闭口不言，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，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，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，又无故地攻打我，他们与我为敌，以报我爱，但我专心祈祷，他们向我以恶报善，以恨报爱。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，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，他受审判的时候，愿他出来担当罪名，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，愿他的年日短少，愿别人得他的职分，愿他的儿女为孤儿，他的妻子为寡妇，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，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求食，愿强暴的债主牢笼他一切所有的，愿外人抢他劳碌得来的，愿无人向他延绵施恩，愿无人可怜他的孤儿，愿他的后人断绝，名字被涂抹，不传于下代，愿他祖宗的罪孽被耶和华纪念，愿他母亲的罪过不被涂抹，愿这些罪常在耶和华面前，使他的名号断绝于世，因为他不想施恩，却逼迫困苦穷乏的和伤心的人，要把他们致死。他爱咒骂，咒骂就临到他，他不喜爱福乐，福乐就与他远离，他拿咒骂当衣服穿上，这咒骂就如水进他里面，像油入他的骨头。愿这咒骂当他遮身的衣服，当他长束的腰带。这就是我对头和用恶言议论我的人从耶和华那里所受的报应。主耶和华啊，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，因你的慈爱美好，求你搭救我，因为我困苦穷乏，内心受伤，我如日影渐渐偏斜而去，我如蝗虫被抖出来，我因进食膝骨软弱，我身上的肉也渐渐瘦了，我受他们的羞辱，他们看见我便摇头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帮助我，照你的慈爱拯救我，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，是你耶和华所行的事。任凭他们咒骂，唯愿你赐福，他们几时起来就必蒙羞，你的仆人却要欢喜。愿我的对头披带羞辱，愿他们以自己的羞愧为外袍遮身。我要用口极力称谢耶和华，我要在众人中间赞美他，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的右边，要救他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。相信我们不难体会大卫的感觉，当我们背黑锅，被人误会的时候，我们心里也会很冤很愤怒。所以大卫教我们，当有这些负面情绪时，最好的抒发方式就是先专心祷告，向神倾诉你的感觉和心声。当我们专心地把情绪一点点交托给天父时，慢慢地慢慢地，天父的平安就要取代负面的情绪进到我们心中来。如果最近的你刚好也有很多情绪，不妨今天就拨出一点时间，安静专心地和天父说说你的心事吧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
我要安静在你面前，专心向你祷告，求你挪去我的负面情绪，以你的平安充满我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祝福你将一切交托给神，陪你读圣经，我们明天见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